上小小吹过来的风。爹地，咱家吃的不好，我要离家出走。你过来给我好好看看，大家都在排队做核酸，你在这里添什么乱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出去。那就只能把你关回精灵球里面。别忘了喊我做核酸，哟呼！宝贝，今天奖励你一颗巧克力。哇哦，还是高级货呢。但是巧克力纸下面包着马桶，这不太讲究吧？哎，这是聚宝盆来着。好吧，里面果然有坚果。我这是提醒你，小松鼠不能吃巧克力。那下次能不能别用马桶装啊？总感觉有股味道。哟呼！小普洱，快点过来，爹地这边有好吃的。哎呀，爹地，我年纪大了，这边跳不过来了，只好回头换一边走。你不会嫌弃我吧？当然不会，今天也要可可爱爱的哟。瞧瞧你这小肚子真柔软，再摇晃一下你的小尾巴。呀呼！爹地，你为什么留那么长的头发呀？因为花一佛岁月如梦初醒，哼一曲童谣时光洗礼，听一段过往环绕经历，遮住红云绿